里面是一个、茶餐厅的太子女来的，爸爸不在这里，我就要撑起个茶餐厅，但因为里面的老臣子不太听我说的。那那边厢呢，我和、Chrissy 呢就是好朋友啦，跟住佢同埋伊健我都好熟啦。你成日都咁猛咧，俾我都唔想你做啦。咁点样啊？过嚟倾下。吴国冇人，冇一个对白叫过嚟倾。头先对嗰时，你有冇一个对白？有，我用我嘅生命。啲有人攞个良心出嚟讲啦，系有话要讲呢个问题。冇，呢个冇。